这个电影是 rated G。你好，我叫小美，你大概认识我。现在我很有名，可是有名以前我没有家，所以我住在街上。我天天问人给我钱，他们常常不听我。一天，我在公园的时候，我找到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，我用铅笔画画。那天晚上，一个人看了我的画，他说，我很喜欢你的画，多少钱？那天我的生活变了，我有钱和有名，可是我还有困难。